大家分享，聪明人从来不挑以下三种排骨，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。排骨肉质鲜嫩，口感也很好吃，用来煲汤、蒸煮都是非常不错的。但是大家在购买排骨的时候要注意啦。第一种不能购买的排骨，表面太过潮湿的排骨。如今猪肉的价格是越来越高，市面上难免会出现一些品质较差的猪肉，在购买排骨时表面看起来太过潮湿的话，这很可能是注水排骨或者是冰鲜排骨，并不是新鲜的排骨，这种排骨不能购买。第二种，表面太黏的排骨，买排骨时最好用手摸一下，如果摸起来有种很黏糊的感觉，那就说明这种排骨放的时间比较久，一点也不新鲜。第三种，肉质没有弹性的排骨，大家用手去触摸排骨的时候，同时也用手指按压一下排骨，感受一下肉质是否会反弹回来。如果肉质有弹性，说明排骨肉质紧实，很是新鲜，口感也不错。反之，没有弹性的排骨品质较差，不能购买。看完以上的视频，对于这三种不能挑的排骨都有很清楚的了解了吧？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加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